上期节目《角儿来了》的舞台上，四位牛角齐登场。是霍霍我吧？你就我什么时候臭美过？今儿就臭美啊！臭美牛有点臭美。咱们也来看看网友们的互动好不好？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。呵，哇，哈哈！你好，父亲大人。你好，岳父大人。儿子和儿媳在这里祝您牛年大吉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李军老师的戏迷朋友，或者是他的惊喜嘉宾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来，请看，先来扫描二维码，点击图片。因为演员呢，你知道，在台上的忘词啊是大忌。压台呀抱，压死个文风暴，二台呀抱，深爱的俺娘哎高，深爱的俺娘哎高。大忌，大忌，大忌。我觉得是这样，那次是特殊情况，现在这李军老师不忘词了。您不信怎么着？咱现场来了，来吧来吧，你不想不带错的，不带想，来来来，掌声欢迎，欢迎李军老师。哎呀，大台宝头一个是什么来着？大台宝头一个是什么来着？天地抬头来观瞧，哐啷前的哐啷前的。试试看啊，咣噔啦，对对，心起空中飘，大太阳抱，深来的桃绿高，不是不是，高不是不是，这大太保就忘了，再来，我就不信过不去，不信过不去，唱到夜里也得唱。哎咣啷切得咣啷切得咣啷得得咣，对对，心起空中飘，大太阳抱，掌声掌声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在台上的忘词啊，是大忌，是大忌，是大大大大忌。您想想词儿、哎，咱先看看下一位留言、哎、好不好？该我们这个老大了。对，哎，宋小川老师的新媒体留言会是带来怎样的惊喜？来，三二一，请看，扫描二维码，点击图片进入专区留言。来，一位网友叫笑的放肆说呀，前段时间呀、啊，有幸在现场看了几位老师同台合作的《龙凤呈祥》，许久不见宋小川老师扎扣了，周瑜的扮相真是太帅了，期待你以后还能再来上几次这样帅气的扮相。这个要说到《龙凤呈祥》，就是咱们的牛气冲天，牛气冲天，全是我们的这个属牛的名家们联袂演出，您给我们介绍介绍。对。因为这是这咱们叫是名字叫什么甲子约，甲子约，我们七月属牛的同台，完了我们是春节就接到这个信息了啊。就当时我说接到的信息是我有点忐忑，我想我十年没砸靠，我老是跟旦角配戏，我这比较懒，不怎么接那什么吕布貂蝉呐、大靠戏这种周星剑嫂。这个砸靠跟您平常演的那些小生的好差距太大了。完了后来我就为这个情况我到团里去练功了，练了两次我觉得哎还不错，因为我以前唱武生我也有跳滑车的基础，以前傅德威老师给我起的蒙，所以我大靠有基础，所以我觉得哎我能适应。其实我个别来讲，我个人来讲刚开始接的时候我觉得哎呀，周强、杨赤、李军这么多名角强强联合，我十年没砸靠，我万一这靠旗铃子突然间出现问题，这网络一出这话，我宋小川就跟李军一样，大太保变成二太保。其实我有压力，有压力。后来那天演完以后，真的石头落地了。其实那几天我血压有点上升，就是感觉到自己有压力。其实因为考虑压力在哪里，因为我们这岁数在这儿了，我们都60岁了。你看杨赤院长的张飞，那个朱强的那个乔玄，李军的那个鲁肃，都特别完美。那天整个10分钟就抢光了票哈。嗯。所以你说我们能不能多少有点压力？嗯，因为观众期望值特高，对，是吧？是的，所以说，所以我们每次对每一次演出都不能慢待，所以说我们当时这场演出
终归是比较圆满结束了。嗯，那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舞台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再重现一下其中的精彩片段？您砸人靠。对。要不和李军老师一起。李军来个鲁肃的。那我再来场鲁肃。鲁肃，好不好？隆重登场。欢迎欢迎两位。那刘备与君之回王荆州乃是真理，你为何要将他赶回，是何意呀？我要将他赶回，就是动物。哎呀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怎么使不得？他乃是我们动物的教客呀。哼，什么教客？难为都督与二千岁定下媒人之计，匡弘刘备过江招亲，不想弄假成真，太后作之，将军之召坠刘备，他岂不是我们东吴的教客呀？我好容易将他宽过江来，难道就将他轻易地放走不成？哎呀，不难呐、啊，不难、啊。怎么不难？只要都督多背上几个媒人，满说是刘备，就是那张飞，他也是愿意来的呀。我要将他敲死东吴，太后未必依你，武侯作之，荆州新兵前来，半渡抵达。哎呀，我怕呀！你怕什么吧？我怕那诸葛亮的诡计是厉害的呀！吴大夫，你也特怕那孔明了，想他知刘备已被困在东吴，那孔明他还要什么计呀？都督忘怀了。忘怀什么？想当年赤壁鏖兵火烧战船，都督命那孔明在我东吴南屏山集结东风，都督拆了丁峰随身前去刺杀、哦、他尚且逃走，到后来拆来关张赵云杀得你大败先西，将你气死，这不是皇命的血吗？气死！侯爷，都督，你不要生气呀，这生气的日子嘛，还在后头呢。好，欢迎欢迎大家到了我们卷儿来了的牛年说牛的老友记现场。四位老师啊，对彼此都非常了解了。那也有很多好朋友，也有很多好知音。这个今天啊，我们这舞台上有四个盒子，我相信很多观众早就看见了。这四个盒子肯定是四个礼物啊，这四个礼物是谁带来的呢？朋友送的。对，是吗？朋友送的。先选哪个？我就选这个，他选粉的，粉的下来。对，杨院长比较适合杨院的心情。对对对，他就喜欢粉的。包，我估计是包。啊。包治百病啊，这包不可能送给你们呢。哟呵，又是什么呀？马扎儿。您打开看看，哎呦，包装很精致。哦哟呵，有一个礼品袋子哈。哦，打开以后，是不是个小牛啊？不是。是什么？
按摩器，按摩器，嘿呦，哟，哎呦，这谁会？哟，这一般按摩哪儿啊？哪都行，头，哪不舒服按摩哪。这个适合我们上岁数人。问题来了，这个礼物是送给谁的？是谁送的？哦，也许是不是，也许不是你的呢？也许不一定是我的啊。对，送给谁的？那我忙活半天。您还以为四个人面前每一个就给自个儿的？不是。我们四个谁喜欢按摩呢？这先说说这个按摩仪，这是。这肯定送给我的。为什么呢？说您。因为我就喜欢按摩嘛。这个看来是好朋友，了解您，了解我。谁送的？石小亮。石小亮送您按摩仪，哎，为什么呢？你跟他，因为我们俩老一起按摩嘛，知道您的爱好，对，是不是呢？有不同意见吗，三位老师？我觉得可能是不是送给小唱小声的，可能送给我的吧？送给宋小川老师？我觉得可能送给我的。谁送的？我猜啊。啊？你猜，应该是包飞送的。包飞不会，包飞花不管，包飞花两毛钱都抠的不得了。唐和香送的吧？哎呦。唐和香送给您的，对，因为好像他以前曾经跟我说过送我按摩椅，好像十年就没送过了。哦，有过承诺。哎，我觉得这可能像，对，像。那到底是谁送的？送给谁的？我们先请这位礼物的主人上场。哦，来，惊喜嘉宾有请，掌声欢迎。嗨，大家好。哎呦，还真是唐和香。哎呦，天哪！唐和香，我们的寻菜花的，还要掌声。你好，久不见，非常高兴。这个唐和香呢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在舞台上是荀派的弟子，荀派传人。其实现在还有一个身份，远道而来，来自上海。您主动说吧。我主动说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唐和香。哎，现在是非常想念大家。副校长啊，唐校长，我们得改称谓了啊。是唐校长，现在是。这个从上海来，刚才这个礼物我们都看了，几位嘉宾都非常喜欢，都喜欢，觉得实用，都喜欢按摩哈。哎，尤其是杨院长说这一定是送给他的。本来呢是送给我们军哥的，因为他刚才那您到这边来送给李军的。他正好刚才说禾苗黑，我说我送这个好了，结果现在这么一看，确实送给志哥更合适。按摩的啊，送给杨院长合适。这回头这个按着再把这个，经久不变的经典造型给。我这是经典造型，钢丝球。这个说一说您为什么来，远道而来，而且是专门要送给李军老师一件礼物呢？我俩怎么认识的呀？我跟军哥那不用认识，就是我们往出冒头的时候，就是几位师哥已经是。戏曲界的名人了，真的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让我来参加这个节目，就是一直想这个表达一下对军哥的感谢，就是我们当年就是第五届青京赛的时候，军哥是给我打了高分的。哦，当时评委是吗？杨世海也是，对，他们是评委。哎，所以呢就是这一份恩情吧，一直藏在心里边，就是没有表达过。唐和香只记住了李军打分，杨赤院长白打。那咱们走吧。没，赤哥也是，赤哥也是的啊。但是赤哥那个，因为之前赤哥到国家京剧院经常过到团里边来，有一些合作演出。真的说白了，我跟赤哥见面比跟军哥多一点，因为那会儿还在京剧院嘛。经常我们去过好多，一起去过好多次台湾。得，您别再说了，本来是送给李军老师来送祝贺他这个牛年本命年啊。说不是，你这就一份礼物，你到底送给谁？你再说一会儿我们打起来了。我这样吧，我那个今天虽然就是一个，然后你们每一位师哥的都送一份，行了吧？哎呀行了吧？好，你看看。哎呀，我们热泪盈眶。那咱这礼物，看来我送的这礼物啊受到欢迎了。您就现场就馈赠一下礼物，有什么话送给李军老师？哎呦，谢谢，就是希望这几位师哥
艺术长青，多保重身体，能够给戏曲传承接班人更好的做出榜样。也希望这几位师哥如果在不是很忙的情况下啊，能够到我们上海戏校能够授课，让更多的传承人享受到这种高水平的这个教学。你看今天是带着任务来的哈，不仅来送礼物了，更多的是发出邀请哈。那这样吧，既然李金老师也拿了这个唐克祥老师送的礼物了，是不是两位同台一下，给我们的戏迷朋友们带个节目来啊？我准备了一首流行歌曲。哦，反正了吗？好，什么歌？叫《铁血丹心》。我给你写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我们掌声欢迎两位为我们带来《铁血丹心》。好，有请。老师和唐国香刚才共同为我们带这首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那大家也得有礼物啊，我您来拆一个，我来拆一个怎么样？哎，对，我看这个好，是谁是给谁的啊？看看是谁的看看啊？哎呦哇，哇，看了吗？看了，哇，这是保温杯，您亮亮，让我们观众也看看，看看啊，保温杯，保温杯，哎，而且这上面您看看这个花纹，哎，花纹，这花纹还有青花瓷的，好像是。而且上面的字儿，您看看，这，你看看这个，我能猜出是谁？我觉得我也能猜出来。送给谁了？您看看，是蒙古字吗？您那个真蒙古字。刚才谁念叨来着？包飞呀，念叨了半天，不知道啊。包飞是蒙古的，是蒙古族哦，像包飞送的，对。那包飞送肯定就送给你，那肯定就送我了，搞贱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说说理由。唱小生的，唱什么？唱小生的。同行，那肯定的，他们俩 CP 啊，你看还是你自己的，对，好搭档，好搭档，这不写的吗？送给宋小川。哎，评价一下包飞，评价包飞啊，这认识多少年了？我们通过风箱戏认识的，对吧？因为他也，包飞是也很喜欢幽默的人啊，而且对吧？但是幽默吧，比起我来还要差4%，嗯，反正很努力，嗯。最大的优点就是思考，啊，对，也不错。是不是送你的还是个问题呢？啊，对，你可能送给杨赤院长。对对，也许，因为这个，哎，我想他可能是不是送给朱强的？朱强，写这老生的这种。这蒙古文跟我没多大关系，看来还应该送你的。看看是不是包飞送给宋小川的呢？3、2、1，揭晓！我们有掌声欢迎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小生名家。包飞，来来来，欢迎欢迎欢迎包老
老师，我这没上场之前又拿我开着哈，永远都这样。不是他想你想您念叨半天了，您快揭晓一下，揭晓一下，给我们介绍介绍上面这个文字啊，我们都不太认识。因为啊，这个杯子大家一看，可能因为我是蒙古族京剧演员嘛，对，所以呢，前一段时间呢，正好回到我的家乡，完了之后呢，正好我一看这杯子特别有特色，因为写的都是我们的蒙古语嘛，是吧？就是内蒙古，就是风景特别好的意思。但它这个图案呢，就是有点像我们蒙古包的那个图案，大家看到没？所以特别有意义。因为每次跟他合作的时候吧，他老喝水，我一看，我说我喝一口，他得喝十口。我一想，这个送给川哥特别合适，是隆重礼接财，所以我就说拿来这个礼物送给你了。这是，哎，特别的，他俩搁一块儿，他老是太疯了。哎呀，你们俩跳一个，来来，珠联璧合一下。奶奶他老说这个，他会跳吗？奶奶他说鲍飞结婚的时候，一拜天地，八刀剑，二拜天地下腰，下腰，哎，别人还丁碗。丁碗下来，他这么说完了以后啊，我们的同事所有没参加我的婚礼人都相信，说哎呦，说您一拜天地还斗仙呢，还真信，所以太疯了，太疯了，我老说他太疯了，笑笑的都不行了。您得把这礼物您馈赠一下。不跳的，当滴答滴答滴答，会跳那个吗？要给您跳。他不会，他不会跳，他不会跳。蒙古族人怎么会不会跳？哟，他跳舞特别难看，怎么难看？我不信。来，你帮我跳一个。来跳，跳的真不行。好好，现场现场一点，不能捣乱，太棒了，开眼界了，今天真是开眼界了，太精彩了。来来来，我第一次把礼物送给您，对，您送给宋小川老师，送给我川哥，因为呢，送一个杯子呢，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好，行，是吧？谐音嘛，我争取一秒喝十口。送给宋小川老师有什么感受啊？非常激动，因为我忘记包飞的时候，拿起杯子看着像这就是包飞，对，包飞这对了。只要你喝水，你喝水对，包飞，包飞，不管是给我甜的咸的，都认真喝下去了。你下次演出的时候，我里头给你装一杯奶茶。对，奶茶，对呀，好，行，谢谢您，您客气。您再讲几句话，什么话？祝福我们，这是我们属牛的，是吧？确实是，祝愿四位大师哥青春永驻，艺术长青。好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其实我们会经常看到有一些演出啊，包括有一些节目啊，会看到这两位同台，每次只要两位同台就会给我们带来欢乐。也难怪刚才朱一航老师说啊，这是最佳搭档，是默契。一到风箱戏的时候能看不着咱风。对，风箱戏呢确实是跟那个川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我记得第一次风箱戏的时候是大戏黄庄，哎，我们俩演一对这个彩蛋，确实是我那时候我们俩第一次接触，哎，就是川哥特别的幽默，每次呢老逗我，因为那个我的年龄比他小嘛，所以我的很多地方还有紧张啊。他说你别紧张，紧张什么玩意儿？就老是东北话也出来了，什么玩意儿啊？是不是？好好的，好好的，你就上台你就撒开就行了。结果上台我一撒开，他倒秀起了，他不撒开了，他把我给扔那儿了。对，我说包飞排练时候走出来，全走出来，我就看他包飞走什么技巧，我得自己啊、哦，他走这个，那我知道我走什么了。对，排戏的时候你这点是什么动作，你都得走出来啊。我有一个单蛮子，我有一什么飞脚都走出来。他就是他排戏什么都不走，他就那儿看着。对，这就是刚才我抽签，杨院长说我们机智的问，机智表现在这儿。但风箱戏他俩主持啊，特别合适，因为他俩一主持，就看出来该封箱了。是。那今天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舞台了，是不是两位最佳搭档也为我们表现一下啊，带来个节目啊？确实，我们俩的这个风箱戏参加了有十几期了，那观众朋友们看的呢，都是我们俩变装的这个反串。所以呢，我今天也是跟川哥，要不咱们这么商量，因为没上成巡，我们俩这个唱段非常的经典，想彩唱，化上妆，穿上服装，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好不好？扮上，我就正合你，你这扮戏多漂亮。没上成巡，那你扮哪个？那你还是梅吧。啊，我梅成拿手，那我就上和巡。哎呦，好，太期待了。是挺巡的，好好好。来，掌声欢迎两位。好。
嘉宾都已经揭晓了，那这个还有两个盒子，好，要不从宋小川老师这儿开始？好，我打开。来，你打开一个，哟，看一看是什么呢？这什么东西？哟，妈呀！这挺好玩儿，这个。这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鸡毛掸子。鸡毛掸子，不对呀、啊，这干嘛使的呀？先生请。这我就像小亮送的。这是啊，你就像吧。这送这什么呀？唱丑的，这唱这。杨姐，杨姐，你觉得这讲的什么？这我觉得这个是石小亮送给朱强的，掏耳朵用的。这你拿着，这多大的耳洞啊？这我们这干嘛使的？什么呀？这是谁都没猜到啊！李军老师，您见多识广，不是不是，这个还真是，你别说，有点假。痒挠不是啊？不痒挠，痒挠。这个大象掏耳朵的吧？我认为是送给杨赤的，送给杨赤的。送给杨赤，为什么呢？敢赌啊？他头上落土吗？头上，往脑袋上，哎，头上，哎，他头上落土对。是送给您的吗？啊？是送给您胆土的吗？杨赤头上有土吗？没土。我用不上这个。那是谁送的呢？因为朱强在家老收拾家嘛，他我绝对送给你的。送我？因为你干嘛使？你老干家务嘛？干家务这玩意儿干嘛使啊？这你打扫家务嘛？你这样，你把这主人请出来。我也不知道是谁呀、啊。这要干一天不得累死啊？这得早什么时候的啊？这到底是谁送的？送给谁的？是干嘛使的呢？对呀、啊。来，请本尊出场吧。对、啊。掌声欢迎。又掉学了，猜错了。我们可爱的窦小贤，来，欢迎小贤，欢迎。老师们好。这礼物，美女来了。这是您拿来的礼物。对，您先说，这是他们是刚才您都听到了哈。嗯。说打扫卫生室。对。还有说什么掏耳朵的，还有说什么，还有什么来着？痒痒挠。这到底干嘛使的？其实这个朱老爷很熟悉，朱老师不知道。逗猫的，你看，嘿，你养猫啊？对呀、啊，对，逗猫的。明明是逗猫的，您刚才李军老拿逗半天，杨赤，你看在杨赤头上愣了半天，头上，主要脑袋上，哎，头上，哎，他头上不对，逗我呢，你们？这得是加菲猫。加菲猫。啊，真没有，猫那响。哎，你看看，因为我跟朱老师家都养猫，他们家的猫叫泡芙。天天发视频，就是泡给爷唱一段，他们家猫还会要唱戏呢。哦，调门还不低。我唱一句，他唱一句，跟我那个音频还那个旋律还差不多。有灵性。他一唱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在网上就发，嗯，完了以后这一群戏迷或者什么喜欢猫的，就底下有评论留言什么的，特好玩。那有什么话要送给朱强老师吗？我其实特别感谢朱老师，就是。近七八年吧，一直是朱老师带着我唱戏，所以就是在后来我的艺术道路上就能够成熟很多，所以我特别感谢朱老师。其实我也感谢杨院，因为杨院也带我唱了很多次戏，也跟川哥合作过，这里好像就跟李军老师没有合作过，嗯嗯，将来有机会。而且我也是属牛的。哦，小牛，所以就是大牛带小牛，太有缘分了。嗯，所以我说我今天太符合今天这个主题了，哎，适合。嗯，我跟属牛的有缘分，因为我属牛嘛，我徒弟属牛，张凯，张凯属牛的。哦，我这合作的窦小泉属牛。哎，再往下说，我儿子属牛，我侄子属牛，哎呦，全是属牛的。哎，所以说这属牛的挺有意思的，能够凑到一块儿是缘分。嗯，完了窦窦呢又是。在美团我们在一块合作，我们俩唱的戏很多。对，豆豆呢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些唱戏里边我得夸他两句。得夸人家四岁练功，我们一般的都十来岁唱戏。哎，就是他成角很早，嗯，基本功扎实。嗯，
他跟我有个相同的地方，就是特别不爱排戏。安排三回排戏，我们能参加一回。他有一个什么新戏，基本上看个词儿什么什么，瞅两眼他就会了。所以说能把这个排戏量减低到最少。我也特别不爱排戏，所以说我们俩在一块排戏省事儿。那个团里安排的时间也少，那个成果呢还非常快，有那么几次一排就行了。所以说这是在合作当中的一种默契。这个这样吧，咱要不今天检验检验。你这个逗猫的没白送。就这么一胆子把那个朱强给胆晕了。那俩人表演个节目吧。对，我同意。嗯，哎，好不好？来一段。好，检验一下默契程度。来个简单的。嗯，来个游龙戏凤。好，快人头，来掌声欢迎两位。就只在紫禁城内那个黄圈圈里面呢。哦，我认得你呀。啊，你认得我是谁？你是我姑姑的什么大舅子哦。不是，斜插着海棠花，六六年，年年年我十分紧呀、啊。风流秀我在这朵海棠花，海棠花来海棠花，到这今夜是潇洒。不知你想花留地下，从今后不带这朵海棠花。李凤姐做事差，不该将花丢在地下，为君的忠诚就忘事情。李凤姐，来来来，我与你唱上这朵海棠花。感谢。那接下来还有最后一个礼物了。嗯，这还用猜吗？不用猜，不用猜。这肯定是送给谁的呀？杨院长，杨院长，杨赤老师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来，请朱强老师揭晓。再看看。哎呦！哎呦喂，酒！哎呦，啊，这怎么还带着味儿呢？啊，有，哎，有勺吗？我先尝尝。哎呦，闻见了，做熟的来的。啊，好家伙，多少端中间？哎呦呵，哎呦呵，这是个砂锅。来一特写，来一特写。您来个特写。哎呦，哎呦呵，这家伙。来，看一下这是什么礼物呢？红烧牛肉。对，评价先说。这颜色味道纯正，对，色香味全有了，色香味全有了，没打开盖就已经扑鼻了，味道很好。杨院像这样的能吃三大碗。这是谁这么知道杨院喜欢吃炖牛肉啊？我的好兄弟啊，石小亮。为什么这么确定呢？因为我们俩呀啊，就是有一共同爱好啊，都愿意吃，而且都愿意吃肉。哎、哦，肉食动物，哎，肉，而且最主要的还得会做呀。哎，对。但是呢，这个做的这么好，嗯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没吃过。我一会儿，我得问问他是他做的还是是。肯定他做的，我觉得小亮做的，小亮会烧菜、啊。那咱们请上这位嘉宾来好不好？让他来讲一讲，来掌声欢迎。啊，丑
欢迎嘉徐小亮老师，欢迎欢迎，来客官有请。哎呀，回来，师兄好。哎呀，你好，徐老师你好。杨院长好，师兄好。哎，小亮。这刚才说这礼物是您送的吗？是。哟，这个我知道，他前期在北京啊，在这儿排节目排了将近一个月，非常的辛苦，是吧？我呢，这个特别心疼我这个师哥，啊，今天早上起来6:30，我起床之后奔菜市场，然后亲自选材买牛肉，哦，把它炖好了，然后我端着这锅奔火车站，哦，坐火车到咱们台里，是吧？这个就为了让我的师兄吃一口热乎的炖牛肉，哎呦，现在还是热的。哎呦，真的是热的，真好，哎，太有心了。谢谢。哎呦，杨驰老师有什么感受呀？非常感动，真的非常。我觉得我们戏班俩，京剧演员都讲究个情义，哎，对，我们都是好兄弟，重情重义。对，所以说，但是您没有想到的是，他亲自下厨为您做。没想到，在我印象当中，他不会做这些东西。哎，没想到，这主要是代表的我的一篇心意，哎，心意和情意在里面。兄弟啊，非常好。哎呀，这个碗筷都拿下来了，咱们尝尝。好，看看这个施老师的手艺。女士先来，女士你先吃。杨院长先来，来。哎呦呵，太棒！吃完了大家还热是吧？大家提想法，谈谈感受，闻着味道不错。好嘞。如果想学的话，我毫无保留的教你们。哎，您得把这配方告诉我。必须去家拜师去的啊。怎么样？太好吃了，真好吃。哇，太地道了。真地道，太地道了。我办个班吧，我办个班，免费，免费教你们啊。它怎么能这么嫩呢？正好又嫩又入味，这个时间火候，关键它得配料。配料入味，配料那主要从天津端过来的。石小亮老师今天来不仅带了美食啊，同时呢也带了一个节目，是吧？是，也想说一说牛年。今年是牛年，尤其我这四位大师兄都属牛啊，今年都是他们这个花甲之年，我给大家来一段戏说牛年。好，掌声欢迎，有请。戏说牛年，说牛年到牛年，今朝的牛年可不平凡。戏说牛年得有牛，牵出几头你们看看。说这第一牛叫杨赤，一代名将在大连，跪拜大师袁世海，名师高徒不虚传，师傅的戏他都演，舞台电视常出现，闭眼听唱和念，师徒二人难分辨，再睁眼瞧看身段，哪一点不像咱管换，他唱得好听，身段好看，观众喜欢，没有一点地方不姓袁。编的还真顺啊。这二头牛可不一般，著名小生宋小川，论扮相真好看，论嗓音他就是甜，一身专业好条件，拜师名门叶少兰，大角小角他都捧，大活小活他都干，每年封箱他主持，大宅门里他还反串。这两头牛全倒完，还有两头我一块牵，朱强坐镇在京城，李军唱红上海滩，生行当家本领大，两杆大旗不虚传，马谈杨希马在前，要想学好真叫难，朱强纵马苦钻研，台风潇洒稳苍剑，保留继承再发展，马派剧目他会的全。
朱强说李军，这位师兄可不简单，琴棋书画皆精通，渔阳两派都精湛，当今网络大发展，准书红遍大江南。说完了他们我一身汗，祝愿您牛年大吉，牛年鸿运，扭转乾坤，牛运当头，牛年吉祥，牛气冲天呐、啊！牛去虎来，咱再见，咱再见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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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棒了！好，这编的真棒。行吧，行吧，几位，几位师哥，几位师哥，哎呀，文采啊！行吧，几位师哥，太厉害了，好的。这您自个儿唱歌是吗？啊，是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因为我对他们太了解了，太用心了，对他们太了解了。我就发现啊，今天这四位老师的朋友啊，每一位啊都对彼此非常的了解了，而且每一个呢都带来了惊喜。这样，咱们接下来就和我们这些朋友们一起来个互动，好不好？好。咱们看看哪一组的朋友默契度最高，好吗？好。来，我们请上所有的朋友们。上场，哦，好。接下来欢迎大家进入到铁牛三项大比拼环节，每队两人需要完成两人三足障碍跑、你比划我猜和转盘唱唱唱三个游戏的接力。鼓声起，计时开始。在转盘环节中，需要转动转盘，唱出指针选出的戏曲唱段当中的两句唱词，完成三个游戏，再次敲响鼓声，计时结束。用时较少的一组为获胜组，将由你们开启一位场外惊喜嘉宾的视频。咱们先来看一看哪一组先出战，好不好？我们有请四位角儿，手心手背，手心手来，背，杨志先来。好，第一组，然后接下来你们三位，啊，手心手背。你第二组，第二组，蔡丁可，蔡丁可，蔡丁可。哎呀，第三组你们压轴，来，三、二、一。一大串，一大串，快快快，加油，速度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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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抓紧抓紧，快系上！你别粘上就行，粘上就行了，不是粘的，不是粘的。好，还差最后一个，快，时间时间，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快快快，好，快到前面，哎，好，快，解掉，解掉，跑那边去。好，快，迅速，谁比划谁猜。准备开始，第一个词。可以说，就是几个字儿，几个字儿。几个字儿。六字儿。哎，这是一出是戏还是什么？东西。啤酒。酒杯。六个字儿，六个字儿。第一个字儿是什么？会说出这个字儿。第一个字儿是什么？第二个字儿是什么？有。哎，啊、过过过。不能说里面的字儿，来、啊、过过。那这个字儿不行，要不你俩换换也行。我来，我来。咱俩快快快快，迅速迅速换一个。来，这个好猜。四个字儿啊。哎。痛哭流涕。哎呀，快快快，迅速迅速，转动转动，看看是什么。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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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。哎，这个好。不要不。两句两句两句。一马离了西凉家。好。敲敲敲敲敲敲。哎，计时结束。好。下一组啊，三、二、一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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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李老师腿受伤了是吧？对。
一二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从那边冲过来，往那边冲，往那边冲，快给分开，分开，快分开。谁比谁猜快，迅速到第二关，加油！来大屏幕，第一个。今天为什么是第一个字？你们属什么？牛气冲天。牛和什么呢？不对，四个字。扭转乾坤。牛什么？牛气。这是什么？牛脸。不错。人什么？什么？牛什么？牛。这是什么？牛脸。过吧。好，说咱们学戏，这个孩子要是接受能力特别差，他就得比别人更付出。艰苦的努力。不对，四个字儿。四个字啊。老师老说你不会，你就得勤学苦练。不对。我在干嘛？你在飞啊。最后一个字。对，展翅高飞。不对。他比别人如果学得慢的话，就得先比别人什么天上飞的什么鸟。对，然后比别人就得笨鸟先飞。哎，这回对了。知道。雕的衣有什么灰心讲好，还是人家香香这个迅速啊！好，把这个给我吧。好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三、二、一，加油！快点，加油！完了，烂了，这就烂了。你们俩自己心里的一二一给数着。一二，还有一圈，加油！好，到线那边，快，好，迅速摘掉。来，第二关，迅速到位，快，谁比划谁猜。大屏幕出题，几个字？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九个字，这么多，过了吧？这爹，大头儿子小头爸爸，这叫默契。哎呀呀，停！贫贵别摇，贫贵别摇真不会。两句。催马加鞭往前的奔，叫声三姐你快开门呐、啊！真棒！哎，他们这个快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三、二、一。一。加油。二。三，加油！走！好快，切开！加油！快，谁比谁猜。来，大屏幕做好准备，出题。换。有一个春晚，台湾的一个歌手。费翔。啊哦。那歌名儿。冬天的一把火。哦，好快。冒豪了都！冬天的一把火。啊，做工！你来了！定陶
吓得我浑身是汗，这一身苦嘛也心在焉，对吧？好了，敲鼓吧，快快快快快！好，哎呀，太厉害了！来来来来，游戏结束。好，成绩已经出来了，来了，我手里拿着呢啊！好好好。时间最快的是1分20秒。我们，朱强和窦小璇老师这一组，掌声祝贺。第二的是宋小川和包飞老师的这一组，1分38秒。哎呦！第三位的是李军老师和唐和香老师的，2分22秒。咱俩够二的。那个第四位就不用宣布了。对，2分34秒，恭喜恭喜啊！那这样吧，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呢，时间最短的获胜组呢将有机会揭晓我们的神秘嘉宾。哦，哎，不过有一个口号需要您来念一下，这个口号就是牛年说牛你最牛。来，开始。牛年说牛你最牛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戏迷朋友们，大家好。第一组老牛，老牛，咱们从相识到现在25年了，今年都是你们的本命年，好像你们都到了退休年龄了，太快了，你们可别退啊，现在我们京剧的舞台还需要你们在支撑哦。回想25年前咱们创办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，你们都是第一届的研究生，小川你是第三届的，看我们今天的京剧舞台，正是你们这些以属牛的为代表，这一批研究生为中心的，支撑了我们今天的戏曲舞台，我们的京剧舞台。京剧艺术是代代相传，在争取新的辉煌。那么今天我们即将招来的第七届研究生班，正是我们寄希望于在我们共和国100周年的时候，那时候的京剧舞台将要看你们了。今天能跟你们在一起，非常非常的开心，也预示着我们京剧事业蒸蒸日上，我们要创造新的辉煌。谢谢张观正老师。谢谢，哎呦，我觉得好久没有看到张老师了。张老师也是咱们的首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班主任啊。是，对。有什么感受吗？刚才听了这番言语。挺感动。因为第一呢，张观正老师跟我们感情非常深厚，我们的成长经历他最有发言权。对，他见证了。那么从另外一层面讲，我们这些人对张老师的感情最深厚。对，那个时候啊，他是不是从纯粹的管理角度？他是从一种爱护，哎，帮助，这个照顾我们，是吧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，就是我觉得张观正老师呢，确实不仅是我们的师长，更是我们非常好的前辈，是吧？就是我们这真的是今天他说的这么多呢，我们听着真的心里非常暖。那在节目的尾声呢，我们也再次邀请今天的四位牛角唱出他们心中的那份热血青春，唱响骄傲的少年。
都是一个舞台。作为我们这一代演员，除了要演好戏之外，更要注重自身的身体健康，能在我们最成熟的状态呢，能够展现出更加出色的人物，能够做给年轻人看，能够更传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。希望我们保持一个好的身体，能够多在舞台上奉献更多的人物，更多的剧目，啊，让广大观众能够享受到我们社会发展繁荣带来的这种新的气象、新的景象。祝愿我们今天的四位主角未来有更大的规划，未来有更多的梦想，未来有更多的计划。桃李满天下，把我们的戏曲艺术薪火相传，代代传承下去。再次感谢各位角儿和我们老友们做客，角儿来了。牛年请牛角，牛角好友齐登台，共话情意绵长。特别感谢朱老师，咱俩够二的。礼物相赠，怎么写的吗？送给宋小川兄弟啊，是用心了。默契大比拼，走，你追我赶，开启惊喜连连。痛哭流涕，牛郎他们俩亲情策划牛年说牛特别节目，让我们一同牛气冲天。